一个慧能祖师，伊毋是拢毋捌字，目少。人讲慧能祖师拢毋捌字，这是讲了上话上话。因为慧能祖师因老爸在做官，无可能伊拢毋捌字。用这个甲想，咱就知影，无可能伊拢毋捌字，目少就有影。那么伊听到迄厝边人咧上经讲经，伊就知影，哦，伊就知影，讲咱人安怎安怎，所以咱就了解，哦，啊，听迄个甲讲，我这就是对来啦，啊，伊就知影讲安尼，我就来遐，哦，来拜师行礼，啊，那么去到有法度人去甲人听经呢，无法度。无机会，也哦，弘忍大师伊嘛知影讲哦，慧能祖师伊个智慧，嘛爱互伊去头前个听，所以就派伊去精美，哦啊去破茶，去遐个化验，哦一个人，啊是通面。是方便讲你以前是真八岁啊，哦，咱即拢听甲毋听，慧能祖师甲讲真八啦，佫无胎啦，大概了解。哦，伊得意吗？哦，弘忍大师要开喙要干嘛？伊开讲一句实在讲，伊找一个开脑洞，脑洞就看人咧呐，脑筋就看人。哦，啊，慧能祖师甲。答的都不是种普通在遐答的尔，哦哦，啊，这个弘忍大师就是知影啊，所以叫这地位人到地位人。咱今仔日这个一贯道，咱的点传师，哦，咱的前人者，拢想尽办法。要予咱每一个遐个姊妹拢会当透过佛经、透过道经、透过人间来了解过去的修行的法门，所以咱爱认真研究，毋免讲倒来一班，咱了伫厝里，咱来认真看册，看过道经，人是安怎来开悟，哦，啊，咱毋是干看尔。咱去甲想，去甲了解，啊，知影咱就来做。知而不行，为而不知，哦，咱就认真来做。到有一日，中央来大家讲讲，只有用力祈求，即合情贯通的，即种不治表里，经初无不对。如我心是全体大用无不平的，咱这个心。要用啥货？但到时阵咱就知。来遮毋是要干呐趁钱吃饭做好个人，咱来了解咱人生个真务是欲从哪个？哦，咱呾毋免在遮继续伫轮回。真正你若呾想，想讲咱个人生咱过去哦，活甲尽来实在讲活甲拢足艰苦。啊，搁话有通活，你啊想搁话有通活。像我呢，我从国校毕业就开始一人活一人活，活到遐尔大，啊，甲放互囡仔去做。啊，我真七十七岁，啊，搁话有通活，搁通活。那一个迄人家甲我讲，我活七十九岁，我剩两担尔。哈哈哈！哈，做事情讲，伊跟苏向明拢阿相七十九岁尔，我讲哦，安尼哦，安尼我有较拍拼我咧，哈哈！姊妹，咱来一个了解，哦，来日已经不多啦，所以咱少这个时阵爱认真，认真，哦，认迄个真咧，唔忙还佫认这个假。去予这个假盘的走，哦，盘去地角，
迄个时阵就悲哀啊！兄弟姊妹，咱了解。所以，即种个宗旨，就是孔子小范围一份一份督促诸国努力上进，嘛是孔子接到干皮哦，来问诸国，伊是一方面。别来互主讲了解讲，伊不及班会，那到底不及班会是对一个不及班会，互你知影会去打拼。所以咱拢听足侪人讲过，孔子归国去了后，弟子三千弟子修心术三年，大家拢转去，然后做主讲，哥。伊迄、那个哦，我阁派倒转来，伊孔子的墓边阁打了伫遐，阁待三年，到尾啊，阁待三年，伫遐共老师修墓修三年，才转去。你甲想，主公当时呢，伊有感觉倒好，但是无感觉讲遐尔咱会倒。所以，甲辅助归孔子了后讲，辅助之文章可得其文，辅助之言行勿天德，天德不可得其文。伊讲辅助的文章可得其文呢，这是有形有相的物件。辅助之言行勿天德，不可得其文。辅助是安尼讲言行勿天德，不可得其文，干有影呢？老师有甲你看吗？老师无甲你看，只是你无用心，毋知控制到有钱得过来。二三子以我为问哦，我无问哦你，我无行为不以三子者是无的。伊讲种弟子，恁毋通讲老师有甲你看哦，老师拢无甲你看，我无问哦你，我无行哦。二不二三主讲是无呀，我所有一切一举一动，拢伫恁众弟子的身边显露互恁看。恁唔通以为讲我有甲恁看哦，哦，遐是姊妹，所以咱真爱了解。上天显露三奇大开普渡，上天无嘛无看半项，只是咱无认真，咱无用心。咱今仔日搭在遮哦，轮回啊，遮迷茫，毋通转去，所以咱一定爱用心，咱后一搭咪无转去安尼哦。所以咱来了解，继续来了解，是哩，在孔子弟子中，先得者已干过。三千弟子孔圣人独占颜渊三月不行，既有即日月之言而已。除了万夫子以外，除了拢哪一日一月尔啦？所以颜回甲清参为重。夫子道本来要传往颜渊，这大家拢知影。可是颜回夫子修到二十九岁，头毛吹秀真。逼到三十几岁归空去，有主讲天上有天上有啊！上天啊，要死人对我生死态，我得传互颜回，我唔传互伊，你唔互伊得哩，我传互伊就我走。唉，简单。所以总弟子讲，辅助懂哩，老师话、你想相信啊？颜孔圣人讲：“夫不为，为阿是当其谁？我若无为了颜回的伤心，要什么人有值得我伤心呢？”所以，咱的姊妹来了解，咱这回无法度通修道，咱未伤心吗？等候咱转去了后，搭徛伫。迄、那个十字路口伫遐感叹有路用无？无路用。即回遐活我有好伤心啊！所以讲一句实在啦，也嘛
天气里来，等你的背暗的靠山了，山子都要结搭，因为唔争气都干了高碳钱没做上来。啊，子孙子孙好气啊，然后为子孙做庇护啦，换些瓜在我家那里过，啊，子孙只有子孙哦，不得子孙种哪里。咱就拢拼啊，只是拢四五十、五六十、六七十啊，还要搁拼偌久啦？你拢安那想要搁拼偌久啦？所以三千弟子呐，讲起一甲财富嘞，较突出的呢，但是无达到德性的自由啊，无到达到德性，真正深入了解哦。一以贯之，即个情形多诸罗伽、诸狂伽、诸罗。迄诸狂伽、诸罗是虚心作者呢？愿以嘛，愿以嘛，以请求以别有用别之无憾呢？孝在背着，终于归心的古的物件都下了了，诸狂诸罗也安尼讲呢？因为伊都无迄个心，无了解对道的妙，对迄道的实境入面啊，要么伊就是无够咧头脑了解这个道的实境入面啊，所以伊无法度退一步，伊就下野财啊。哦，啊，主讲咧，控制迄个潮入国咧，啊，所有的经费拢主讲咧开支咧，咧开偌济拢对我这来咧，我这无限公司咧。所以孔子嘛讲，树也不是命，善恶是人，一切理中。我多啊，伊个境界都不够呀，我多人是命啊，伊嘛曾经要损害呀，哦，就尾啊，伊曾经甲讲啊，还袂学经书的时阵，伊曾经甲讲啊，树呀，你以为多好，自己是叫我，就讲话啦，钱也没有，就啊。为啊，无一意观之。如果唔知影老师在管哪样，所以伊就听无啊。孔子就转变目标啊，就将刀派去哦，精进啊，来了解。所以无达到德性，自由是主观。哦，无达到德性，但是伊就是哦。伊个修行个品质嘛，足好啊！哦，所以这个来退一步是以诸佛甲诸佛为代表，上将即笔诸佛有提醒诸佛，在即一章，那像要点醒了诸佛，也不足啊！上将要讲予诸佛嘛，诸佛嘛不管他们接受啊！哦，一章呢？不住是点醒主公的不足，然主公是一位聪明的人啊，伊在理智上形容，才会当知影哦。伊不如管了个地方是伫倒一边，但无奈证明伊是聪明啊。人讲一句俗语，讲聪明无反比聪明误，富多聪明误自心嘛。一个较早一个新人啊。啊，讲他人先祖我，啊，你聪明，我比聪明好一些呐。苏东坡，苏东坡也好听个，苏东坡先他妈讲个，啊，他人先祖我聪明，我聪明，讲我比聪明好一些呐，伊来讲个。所以呢，主讲无奈，因为伊是超聪明，所以伊知影去做。伊真正就好啊，无伊才会讲夫子之文章可得其文，夫子之言行有天道不可得其文啊。伊知影就好，可是做袂到啊。迄踏袂入，迄条路要做做行袂入去啊。不时阵都徛伫迄十字路口底下底，哦，望洋兴叹啊。原来伊是聪明的人啊。无事都是欢喜，人民瑞，而且理智去推测，啊，去传承啊。
这个呢，往往便获得了尊修的根基。啊，迄个信心走不出来啊，感情的顺化，用感情，用感情修不得啦。啊，已经反失去了对人生的真实了悟，所以就是安尼，伊个聪明过去啊。所以他失去了对人生的真实了悟，以流为思维过为，所以人生的真实了悟走无就走走对，哦，走你另外一条路去啊。乃至喜，至乃至喜有幻想，幻想啊，已经走得了去，幻想，走得了去，在家呢。文一以第二是指啊，将了解啊，啊，将了解一件事，理论推到了解动物的一件代志，这就是由大脑理智的敏锐所致啊。这不是用智慧啊，这是用大脑，所以无小声。但推理毕竟只能及有动物啊，用你推理。只有跟人动物一样，所以范围还是有限。故说文一只能第二啊，二只是有限啊，之一啊。哦，所以来讲，伊是文一第二。啊，这个二就是有限之一啊。只有安慰呢，文一一直是。就是大脑推理的代志，推理的代志啊。色是指数理啊，数量上的色啊，色不是指数量上的色，而是全体艺术啊，而是全体艺术。这在古代文学中常见的用法啊。啊，文艺之色就是讲啊。会当将一件一个特别特殊的这思想中啊，去提出了生命道德的全体真理的意思啊，而且就是讲呢，对这个实体上实体去证明了嘛，生命道德的全体真理的意思，跟普通的宗教。这全体的真理自然就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啦。啊，这个全体的真理就是孔子啊一以贯之之道啊。伊嘛甲讲啊，啊，师兄你以无为道学为志之下有啊，就是讲你是以为讲我认真读册、认真研究，才会当了解是毋是啊？到今仔日个是毋是啊？主公啊，讲是安尼，非有老师啊，是啊，唔敢是安尼。伊讲非啊，无一以贯之。伊讲唔是啊，我就是一以贯之。那么主公唔知老师在讲一以贯之是什么代志，所以大家了解。啊，所以呢，也就是人呢，一种体哦是。心灵动机主观，真正的体悟爱用心甲灵，啊，甲真正咱的智慧，哦，动机主观，下合上达的结果，而不是可以凭大脑推理的结果。哦，唔是大脑去推理就有啊。一般解一种，拢是讲主观，啊。自知不如人天聪明啊，但聪明只是气质上的代志啊。聪明只是气质上的代志啊。人言那里即可天人之聪明呢？也得孔子情入伊，所以人言不是讲啊，靠这个天人聪明尔啦。所以。孔子在孔子的言论，咱如意，咱继续读下去，就了解。
感恩安怎着安怎样，注意感恩法，哦，用字一行，下字一种，无念无念无我有字，啊，做出来做，听出来听，噶咱你也看看，三千地主怎敢无法度，村拢无法度。感恩人有得了主，有主的话，就是去做，啊，做到主圆满。伊讲我无会言中义，不为如无退于性地所得中义法，鬼也不无。我讲交万念，讲话讲规日，伊拢静静啊，干那听，拢无半句话。我想讲你唔当戆人嘞，我咧讲规日，伊拢无讲半句话。但是退移性移所当后离开了哦，伊斟酌答话，伊所讲的代志，伊拢做出来，讲业足依法，回也不无，但行个做到足圆满，哎，你这个人是戆人，所以如此讲出大地作用，就是这讲安尼。所以啊，姊妹做较重要啦，哦，天有啥地做较重要。了解，啊，所以孔武主呢，啊，所以伊唔是以聪明赢得了孔武主的全部啦，啊，知影孔武的德行境界，专门阿古样子来啊，孔武主，啊，孔武主呢，以这德行的境界，专是以阿古样子。孔子讲：“我以言德不足者，这才是德性。德性上平等自由之道啊！所以上天降下咱落来，生下咱大家拢有性的本体啊！天命之为性，率性之道，修道之道。中庸甲咱讲这三公论。”朱叔叔也写一本重要，天命之于性，大家有无？大家拢有。率性之于道，大家有无？大家拢有。但是咱都不要率性去做啊，率性去做呢，不要率性去做。啊，也不要行道之感，不要照真理去行，所以才直接定位。哦，所以呢。孔圣人嘛，甲咱讲啊，伫论语甲咱讲，我以见德不足者，该有之义，我以之见也。讲我也毋捌看到讲你无得通修根修道转去的人啊，大家拢唔做嘞。我以见德不足者，哦，这才是德性上的平等，自由之道。上天降下咱有啊，这就是咱德性上的平等啊。嘛是上天平等的迄自由之道啊！孔子千古主讲，是伊虽然一时做不到，毕竟还啊自还自之道啊，还自由之道啊，这正是德性上的平等嘛！啊，是伊虽然一时做不到，毕竟啊知啊，哦。知影，伫个自己不足就知影，所以做袂到，但是主动伊知，佮知影讲伊个不足伫倒个啊。只有一般个人，就连做一点，连做一点嘛唔知啊。想讲就讲，咱要出世就有阮个命来，咱都无要生阮个命，家己看清家己，家己看清家己。所以面对着拢咱家己爱对落个。爱多讲多做，为他气质的精髓。哦，咱家己讲咱无法度，咱拢家己讲咱安怎样不安怎样，啊，佫渐渐自己啊。啊，无法度啦，你去问问伊啦，问到对遐来就好啦。啊，这是你家己去用啊。哦，孔子见诸公有主必之言，而且还能哦，显诸必屈啊。
孔夫子知影主公，伊家己知影自己，哦，也佫知影讲家己爱佮家己，所以就思表自尊，自谦故主公，当机不如自怜，自怜啊，所以伊以师长的尊贵，交主公站做伙，讲毋是你有法度的，我家己嘛无法度，伊是听主公见笑。用意在极处安慰主公，伊却无他的主意甲，啊，伊除了伊的主意甲，并随之勉励主公再加深造，这是孔子的一番深明之意见，这是孔子的一番深明的意见。咱伫读书，啊，咱去甲看啊、想啊、看啊去甲了解，对咱有成熟的文字进步甲相对，咱有现象地位。咱对咱平凡的人去甲想进步到不离境界顶啊想，无许人会等咱等，我拢安尼想，无许人会等咱等，所以我爱。王浩宇先生教我讲，就咱食饭已经有啊啦，换转一个方向啦。人讲心转了念就念字，心转了道就道心。好啊，作战先一句话，到无伊健康个了后，好啊，骨力袂拢袂提升。无一个传伊遐有地位。无一个带伊遐个鼓励我，嘛无一个带伊遐个我安慰。但是看，咱今仔日有机会来遮个求这物件，我就我几十年来所有的见解、所有的了解、所有拄到的代志，拢深深来讲予咱大家所参考。希望咱大家会当互信任的互敌，回转到咱的利益的家园。很努力，很努力，很努力。哦，咱真正目标不是讲我后日赚钱，请人把咱当到西方就转去呢。你想安尼，敢会安尼？大家拢转去，我留间拢无半个人啊！所以，咱一定爱打拼，爱认真。不然，咱讲第十集，再无挑战，再无挑战，就发，就发，朽木不可雕也，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强，粪土之强，不可污也，不可污也。听其言而信其行，今我无人也。今我无人也。听其言而观其行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无无盖世，无无无盖世。咱之外，咱来了解，咱个人的体力无相像，会足聪明，足有想要做。都是一个社会破灭。哦，咱有时啊对咱的道亲，都用同情的方法，用慈悲的。哦，像再有一个人，伊聪明，哦，伊伫孔子弟子的内面，特地研究科，研究的。哦，但是这个人心地歹。讲要安怎做，安怎做，也有一日去予孔子看，讲啊，你讲要安怎做，安怎做，啊，就拢无在做啊，啊，只是在困，
阿像孔子讲，你这是哪只讲？朽木不可雕也，一枝许落烂的茶呢，袂当吸毒啊。粪土之墙不可污也，一个许落土壁许个墙啦，去后许个土狗咬过墙呢，搁甲擦呢，擦袂起来啦。哦，我看到这个怎样呢？哦，我才知影讲就是安尼，所以唔通过分甲执迷。哦，所以较早讲，主话讲，四无有情呀，天机呀，观机呀。哦，讲较早阮也捌着人，哦，听得讲话就相信伊会安尼做。金无有情呀，天机呀，观机呀。哦。哦，讲即摆咧看人咧，听伊讲话爱看伊实际，哦，所以咧，即、這个情形是看到知影了，我家己了解，哦，是嘛？咱有当时啊爱动静，咱惊伊收到咧卫生的触电，为了真正经济作歹，无趁钱，无哪有法度。但是个心就好，人一定爱去甲同情伊，哦，爱去甲体会伊，为着身体歹，咱嘛爱去同情伊。所以孔子平常即种个宗旨，孔子即边怎样个纠正来贬低贬低部分个人啊，即是安尼贬低贬低部分个人。但是一种呢，较早会看个。无合，啊，即摆佫看着无相像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即摆伫解释就较早无相像。孔子平常即边弟子一样宽待，日本将却对灾有痛加心贴，可见他所犯的过错不小。哦，本将呢对灾有看到灾有的行为了后，孔子呢，有哪来念，来念，哦。但是呢，行为无相像啊，再有诶纠正哦，是安尼过去咧写是讲哦，显示伊诶志气昏沉哦，精神涣散，是无毋对，伊诶志气无昏沉，但是伊诶精神涣散，伊啥身体体力未堪接哦。那么这种呢是照着大家讲。即对于不忠诚的进足的弟子呢，自然就心妄痛，哦，心为厌恶。修学道的人，未使讲无准，爱讲到遐做到啊，这是正常。但是爱了解伊的实际，伊身体是毋是会堪折？身体若袂堪折，咱就哪能过分甲勉强？哦，过分甲勉强。当时爱出大事，所以咱身为前人者，咱来体会咱的佛法，哦，咱的佛缘的这处境，哦，所以呢，孔子咧讲，哦，腐烂之木头，污秽之墙壁，来比的灾物是不成灾，但是灾物是身体歹不成灾，咱了解。有进一步用不可雕不可污来比例再无之不可折旧，伊身体歹就无法度通折旧，即正常啊。孔子何了执笔再无？可能伊平常对孔子讲过伊话听下个话啊，伊平常无那么作法文要拍拼，哦，要认真来做，但是都未堪折，就跟孔子亲看着伊。日时的困难，发现其言行之处相悖，哦，这是孔子心妄痛作的代志。孔子是讲你讲话无算话啊，这个情形，所以无去甲了解这个实际，所以这哦如此来严厉个哦特质，并不是凭借着对一个人言行的判断，因为在乎的一行为。有所改变，哦，其中当然含有言行一致的意思。
因为孔子一向认为君子体之言之个知行的原则，因为孔子呢一向呢是言是勉励人讲言行一致的，哈、啊、言行一致，啊，所以呢，伊一向讲君子体之言之个知行，孔子见笑家己讲话讲了上过头去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咱拢唔通未先做做先讲。主控分主主法先行依言依何将之？主控讲控主分主，控主把主控讲先行依言。你欲讲的有啥物事讲？先记住，依何将之？到位不赞。来，过来，来，一个时代。主法。主法，我未见公者，我未见公者，皆对我心定，心定。主法，主法，言也欲，言也欲，言得公，言得公。人是嘛，讲话人足过头，甲足过分，是几款人，唔是一个公正的人。所以孔子讲，我未见公者。伊讲我唔捌看到真正一个足公正的人，什么叫公？有求解渴，无欲则公。哦，有求解渴，无欲则公。无欲无，也拢细细格格做甲足标准的，安尼才是公。嗯。有求，有所求，唔是公。哦，所以佛家讲有求解渴。讲要修生活，哦，嘛是艰苦的代志啊。哦，无欲则公，安尼了解，认真做较重要。哦，莫讲我后天要做安怎，唔通袂前袂落去。哦，立一个原则啊。哦，这就将是孔子开谈公正的人，咱滴个特性。凡公正的人。哦，小有私欲，凡是真正公正的人，拢无私欲。啊，所谓公正无欲，啊，所谓公的人就是无欲，无欲即公，反倒得公。无欲的人就是公正的人，故柔义用善，公义节欲，柔得当用善，啊，公得当节欲。有公正的人，到一个人节公了为用心。既无私欲，既然无私欲，即不为为物所困扰。困扰啊！就即个人若无私欲，但无就未起哦。哦，起变所苦，欲甲咱蒙蔽去。咱拢是私欲作担，搭起就在欲当中。哦，所以呢，咱搭起哦，为物甲咱困扰去。当临时判断之时。凡妨碍你私欲的这个代志，哦，必然畏缩而不敢有所作为。所以，咱一个人拄到代志，就按惊惊吓吓，一番经验来妨害着你家己。那么，这是什么产生出来？这是内心私欲产生出来。所以，这个经验必然畏缩而不敢有所作为。这个代志就是又畏缩，唔敢去做。其心即被物欲所束缚，伊个心就是掉伫物欲内面。啊，伊被富贵所引，叫富贵牵去。啊，即不先为公众不可自在人物，就我到先为公众不可自在人物。兄弟姊妹，咱今日修炼很多。咱一定要朝这个目标去前进，啊！咱爱公共不可，该做咱一定爱做，牺牲性命嘛来做。有无得欲之人，往往以性命为重；得欲的人，往以外赢咱就强。类切类似无功是哪像功？个有人以得欲之心定当功者。啊、有人以迄个控制这个地主啊，做心定这个人为公家，其实伊只是
以为乱真，这人当然假来乱真诶。小人个嘛是有一款人诶，对个拜孔子诶份啊，嘛是有一款人啊。真讲食了真重，一点意思来讲，天天见君子，意思都不善。爱亲像易经易事，孔子写易经易事讲：天行健，天有行健，无有天有行健。所以以天地为咱的尊爵，日合地，地合天，天合尊严。哦，天合道啊，道合尊严，是老子讲的啊。所以天行健，君子易事都不善。君子呢，一定要家己。勉强咱家己袂使天官哦，身价自身，以道自道啊，这是中庸安尼甲你讲啊。要效法天地之运行，恭敬不离啊，咱来效法天地之运行哦，袂使天官哦，自强不息哦，袂使天官继续天，我困难咱也再继续天，先学到这条路哦，就亲像。诸葛亮先生，哦，诸葛亮先生，佮答应着老毕，啊，老毕也讲啊，老毕佮托孤伫个底下托孤嘛讲啊，哦，讲事主可负责负责，不可负责处理代志。诸葛亮发，心足勇尽锤，处理何意？我诸葛亮足勇尽锤。我困落来，阿落来，认真做做，甲我事理何意？做甲我死，咱就会收到咱那诸葛亮的诸葛亮先生的心志，唔免惊咱离心得，免惊咱离心得。所以不但连调节地做到严格、正直、境界，啊。有所不为，而且能积极做到民主所为，富贵不能淫，贫穷不能移，非富不能屈，安尼才是爱丈夫。真是有所不为，哦，对人心的正道，哦，虽然历尽艰辛，仍然不减。虽然历尽了艰辛，但是咱一定爱继续做。受着中间受着偌济坎坷，但是咱就无回头嘞。安尼才是咱人生一条路，予咱得到的目标、得到的真正价值走出来。过来呢，咱一世人来得到这个道的价值，咱才真正有走出来。安尼，咱才能够对了。家己轮回，才有法度通真正等下弥勒法门哦，叫咱弥勒祖师哦，同享一万空八百年的高位。咱是即卖未来高位一万天空八百年的，唔是三千年、二千五年的，来了解。这是任何一个宗教公认的呢，哦，好啦。好，就先到这，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。反正这讲就是在行道中，空道中，四十八，将第二五十三中，行道中，在中。三十公，九点十分公，两点小时十分公，昏到一公，转公，三十公，两点五点十分公，两点两点十分公，一起降价，降低到五十分公，五点到公，转公，三十公，十点十五公，重价五点五公。送价等于一公，昆道一公，转一公，三十公，五价等于一公，送价不等于一公，送价等于一公。好。